我是刚刚列车长呢，81128月15号，瑞芳，红桥平交道，6:58，刷牌的是有列车的吗？你们很期待啊，阿北。我的列车应该快来了，是吧？啊，等下再拍一下，我就要去看吃什么东西吧，不让吃。晚餐真的哈、哦、那怎么办，被教会掉怎么办？来了，跟首都拍摄吧，7754，耶！花莲发出，将北回线开往七堵的试运转要三天行，绿色带。全新列车要三天行，12的标准三千零一十七哟。皮蛋豆他要下车去找列车，8775次在瑞芳红桥路上了，已经通过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刚通过是8775次，欢迎八车将北回线高速七堵，由3012辆变组绿色带的首度试运转回送的3017编号的皮蛋豆藤药。嗯，一只脚列车绿色带在瑞芳红桥路乡道首都通过了，谢谢各位，大家拜拜。超感动的，这次我自己本人来拍，把3017，谢谢各位，大家。期盼他之后的上路载客。